一场警匪对局。报警。三个小时，警方很有信心在三个小时内抓到这帮匪徒。游戏开始了。杀戮只是一场游戏。你们是谁？你不是很了不起吗？你说什么三个小时内抓到我们？我求你们放了他们。只有输得起才是真英雄。陈国荣，你是警察。经典电影开辟新角度。成龙、吴彦祖、谢霆锋。再给你个机会，救赎他的命。新警察故事，11月17号晚上10点，美亚电影台首播。